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俺老孙可会吃上阵。这局就拿脚打嘛，这只是一个这个形容词。碾碎他。全军出击。哎，上单，你要看我用脚打，那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形容词嘛，形容词。为啥点药剂出门天赋多兰顿？不矛盾呢？这个生命药水也回复啊！一下，再跑了。拜拜。再见。哟，他生了。这个兵线呢，可是挺烦人呐。来交闪，不交啊？哦呦，凶的喽！虽然咱也不知道你凶什么，但是有点凶啊。来，帮一手艾克。这时期玩个艾克，天天也烦人呢，怎么？打不过，溜！艾克的英雄前期确实容易让人反野，太弱了前期。走，回到线上。现炸了，那你没推过去，那就等一等呗，慢慢来呗，着什么急呢？一个能让我单杀的人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即使我就给他线儿，都没用。哎，他交闪没有？他没交是吧？啊，他没交闪。不行了，他等技能不太好打。等6秒。
往后走，好送，好送，那鱼我看出来了，他有点不服。我们利用他不服的这个心理，把他打服。这蛇女儿怎么感觉有点够呛了呢？这蛇女儿，我是这个小驴人，这蛇女儿已经死了。鳄鱼没了啊，出来了，来扣一下。清一波线走了。等艾克啊，哎，你要来吗？你要来可以杀，再收一波吧。不是，确实打着鳄鱼啊，没有点烟打不死。这英雄回血太恐怖了。我个人感觉我出个这么个玩意儿了，应该能打得赢，应该就能随便打了，出一个。还挺凶啊，这个装备啊感觉确实是行，会让我们很诱。我估摸着他应该是有传送。
这个装备可以给我们家140多户家，我要是满城的话，还带个重伤。没法要啊，这样。可以去，来，这回你有大了，我也有大，可以打。可不太服啊，老弟呀、啊！可以干，我这小反甲呢？没事，这死不了，这都。蛇女儿死了吗？蛇女儿没死，她怎么放峡谷了呢？我们可以再推一波，我决定再推一波。虽然这把优势挺大的，但是一层塔皮都没吃着。哎，你都0-4了，还竖什么大拇哥呢？下路快来了。不跟他对线了啊，去中路看一眼。呀，这不行啊。回家去下路，帮他们一波。这下路压力有点大。下路压力有点大，过来帮他们一波。来，让锤子往上上啊！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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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打。你怕什么玩意儿？你勾他呀！闪现，往哪闪？来，不要怕呀！哎，这个锤石不那把那剑魔吗？发现没？那锤石是那把那剑魔。
回家出装备。换个扫描，艾克四个头，艾克四个头，其实这把就已经赢了。我四个头加艾克四个头，好像死了 ，A 死，锤石估计也够呛了。小驴人双杀。可以起飞了，可以起飞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打波团来！这边的 ADC 可挺能吸呀、啊。不追了。后边小驴人收的好，拉回来。哎呀，这往哪移呢？这我靠！打死他，死人女儿！捡灯笼，捡灯笼！哎呦，哎 ，ADC 可以杀呀！就我刚才不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这闪现没必要啊。他们家三条龙。先来个鞋吧，有点追不上人，稍微有点追不上人，先把鞋脱了。19分钟，2150，差2150，我们拥有死亡之舞，有点贵呀、啊。啥意思？小驴人，他咋这么卡呢？这开挂了是吧？啊？我操！哎，不是。这为啥跳聘啊？这丢包丢的有点严重啊！这重上一下，怎么100多延迟呢？这个也没有下载呀、啊，这也没下载东西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呐。
你也这样，英雄联盟出问题了啊？重上一下好像也跳啊，不过稍微能好一点啊。咋没声了呢？去下路收兵。哎，不急上啊！蓝枪交闪，不行就杀路了也可以。你说这恶匪刘斯连个位移都没有往我脸上冲，你看啊，这英雄玩的人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怕死。现在没有辅助保你了吧？帧数有点低，帧数这倒无所谓，帧低不低的，眨眼补帧呗。主要是延迟不能高啊。小龙50秒，我要在小龙之前把死亡之舞做了。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你这咋整？那我怎么？后边出个小绿人，我也没拦呢。哎，好不了，好了，好个屁呀！好了没用啊，抢一下吧。不过小绿人也没啥状态，说句实话。抢了，漂亮，把龙魂给他们拿下就完事了。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给我留下。他们应该去打红去了，跟我来这里。你别甩着灯笼，那蓝枪在这打石头人，你甩个灯笼，那不知道在这儿了吗？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拧磨刀还有一个捡灯笼？怎么不敢上？没事，帅得好，先杀 ADC 啊！乐雨，这都死了，捡灯笼，白交个闪，这操作咋这么不流畅呢？啥呀？这是啊？怎么这么不流畅呢？老感觉卡一秒，你知道吧？老卡。
咋这么卡呢？蛇女12级，蛇女，哎呦我操，这蛇女的等级是有点提高了 ，ADC 都12了。大露露，没事，跟我上。鳄鱼都打不打我都不掉血，这鳄鱼。小黄毛起来了吧？这猴的英雄还得出黑漆，成型快，然后这个便宜，虚虚高，三项就是清线快。散了吧，走吧，拿大龙去吧。黑切哪里便宜了？黑切还不便宜啊？黑切多少钱？黺切才3000块钱。挺便宜的了，有血量，有攻击力，有破甲，有冷却，还有加速，还便宜，比三项便宜733，太贵了这3件装备。大龙应该是没了，应该是拿下了。你瞅那 ADC， 那 ADC A 兵我看着都卡，真的，他 A 兵我瞅着都老卡了。你们能发现吧？应该他 A 兵，然后那个平 A 都出来了。那个小兵还没掉血呢，开个加速器试试。开个加速器，昨天直接卡着不动了，对面应该挂机了。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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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把结束。没挂机呀、啊、没挂机，刚才人哪去了？别吃我经验呢，蛇女。本来我升个16，你捡灯笼，哎呀，卡的恨。上路可以推上吧，其实我想玩把 EJ， 不知道行不行，我好想玩把 EJ， 这17能不能让我躺一把，我想打把 ADC。我觉得 EJ 现在是有点狠呢、啊、EJ 哎，这就直接就冲就完事了。你说你们磨磨唧唧的磨叽啥玩意儿呢？你跟他队友都哪去了？我冲的时候你们上哪去了？你就杀呗，那 ADC 旁边连个辅助都没有还不杀。
谁吹波涛？鳄鱼啊！哎呦，可以啊，鳄鱼。OK， 下一把了。今天礼拜天儿，哎呀，收到一个鱼刺的礼物，价值